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四方诗，表演者靖可兰、朱可松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伙儿这个掌声鼓励。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。下午场演出啊，没有想到这工作日的下午场还能来这么多位好朋友，说明什么呀？喜欢相声这个行业，来听相声身心愉悦，开开心心的。演员呢，也是尽自己所能的给您各位朋友带去欢乐。刚才这一对啊，也是相当的优秀。谁说的非常的搞笑？我们叔叔，我们一师叔叫刘春山，合作伙伴冯一凯，说那么一个节目叫麻辣童年，说的也是相当的优秀啊，非常好，特别的不错。用南京话讲的这个节目的效果啊，就是我的屌意思，其实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还可以，冷不冷这个？至少来说很辛苦，给大家伙带来了些许的欢乐，让人家休息休息吧。这场把我们哥俩串上来再给您说一些，继续给您说相声。我的名字叫做靖可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啊。谢谢谢谢，我也知道大伙这个掌声呢也不是发自肺腑的，因为前面的朋友鼓了，后边的不鼓呢觉得心里也过意不去，没有关系，不想鼓就不用鼓了，听着也是闹我搭档啊，好多朋友对他有一个期待啊，我不是朋友也鼓吗？双标啊！姓朱叫朱鹤松师傅啊。就是一般你们在网上听相声的时候就看一半吗？就是自动屏蔽我这面吗？我的名字叫做靖可兰。朱鹤松。看得出来大家伙喜欢他啊，朱老师现在行啊，现在这个业务能力也过关，好多朋友确实也爱看他。本身来说呀，风趣幽默，对吧？而且来说在舞台上啊，可爱，哎，有意思，自带的这种喜感。哎，有时候不说话呢，大家伙都觉得好玩。这其实挺难的，是吧？多新鲜呢！我在台上跟您说这么多话，都不如你在这闭嘴。其实这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这个好多朋友现在也是看他来说，他这个自称风格，他也自称一派。当然，跟我来说也是一种搭档的配合，也合作很多年了。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。对，所以说你别看这么多演员，真正跟他一块合作能适应他的没几个。对，对吧？他这来说，他这个风格跟与众不同的。当然说我都是为了观众朋友们去服务，台底下呢可能啊弄好了一些好的节目呀、好的话语呀，搬到舞台当中给大家伙呈现一下。这是人家做的。其实演员在台底都应该多努力。那可不嘛，不是说光在舞台上即兴发挥就行了。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多新鲜呢！台底下生活当中的积累，好多人朋友来说认为相声很简单，有张嘴就能说相声了。其实你要细归，入了门以后会发现这个行业还是很难，这是一个学问啊。对了，本身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这是演员应该研究的，对，应该钻研的本门的东西吗？科目表啊。另外来说，其实演员拼到底，基本功只是一方面，还需要什么呀？文化知识。说相声说一辈子，拼到底是文化水平的高低的博弈。就是你这个断句儿，我都没听着。就是文化知识、文化底蕴，得有文化水平。对，但是这对于德云社演员来说，其实也很难。哎，刚才包括我们叔叔也讲过，德云社演员好，有文化很少。大部分的演员属于文盲系列，就是从小学习相声耽误文化了。对，都是如此。是，高中毕业，中专毕业，小学毕业，小学肄业，都是这种文化。我们队长叫烧饼，幼本。什么叫幼本？幼儿园本是，都是打
小因为做科学也没有时间研究这些啊，就是哎文化知识。是的是的。但是呢，先天条件不足，后天多加努力。哦，得追赶一下了。好新鲜的，包括我师傅也没什么学历。我师傅初二肄业，也包括岳云鹏初二肄业，郭麒麟初二肄业。初二对于德云社而言呢，就是个坎儿啊，鸿沟不好跨越过去，对吧？你但是来说吧，都是很正常。在那个年代，初二可能人家就开始做科学艺术。对，九年义务制教育马上要结束了。对，你别我，不是说咱说人家没文化，咱自己就了不得了啊。只是相对于他们而言，我文化水平可能学历还算高一些。哦，您强一点了，强太多了。您是什么学历呢？中专。中专真的比他们强了太多了。现在还有这种学历吗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什么？什么叫现在还有这种学历？就是现在还有这种，就上这种中专的，就那个地儿吗？当然有了，当然有。怎么你哦？所有人现在考试都能。上到高中吗？哦，也得上中专。九年义务教育就保你到初三。啊、哦。初三以后你自求多福。哦，上中专也挺好啊，学一门技能嘛，是吧？蓝领人才。对吧？对，我们这中专这个技校 啊，学的就是本领。哎，对，学一门手艺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。对了，我们这都是实用性。您学的是机加工吗？加工机、洗剪吹、做头发。不要开玩笑了。我说您啊，中专学的什么专业呀？我学的就是相声。哦，这个中专里边都教相声了。不是，是相声匹配到中专。哦，因为我真的，我是相声，我是取笑。刚才跟人家那个冯玉凯呀、啊，包括刚才有张鹤琴，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。哦，就是那个学校，就是教这个相声。哎，相声啊，哦、舞曲啊，戏曲呀、啊，快板啊，评书啊，哦、哎，都在我们那学校。哦，那了不得了。哎，这一般吧，一般吧。你别，这有什么可谦虚？确实很一般。你是跟在座的比不了啊，在座的那个有文化的多了，现在抄起来个个都是大学生、博士生、研究生的，对吧？你跟这个这一帮后台的比，咱还可以啊、哦，还可以。你也不用瞧不起我，我这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？你爱学什么学什么，我有什么关系？哪刚才往这儿叨叨叨叨叨叨，你怎么就 你是瞧不起我中专吗？没有，您什么学历不单我瞧不起你。瞧不起我我这人不是说您学历高我就高看你，你学历低我踩乎你，咱不是那人啊。什么学历该骂我也得骂，知道吗？就是纯骂。不是，没有那个意思，没有说什么看不起看不起。那我问问你啊，问你什么学历？大专。没有什么好资格，比我多上了三年。多上了两年。两年。我是三年的。对，我是上了3+2。五年制。对，3+2五年制。对，多上了两年啊。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？我没有瞧不起你啊。那你骂我？我也没有骂你，是不单我瞧不起你。这还没遇上事儿，你得遇上事儿我再骂你啊。要上来就骂太霸道了，把贺苏看成什么人了。我也得有个理由。对呀、啊，明明可以愣骂，但偏得找一个理由。咱这个人是像理不像人呀、啊。你骂我的时候在理吗？不是，这还没遇见事儿呢吗？这不，你干嘛呀？大下午的非得求着我骂你。我这人就是贱。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大端午节跟你说这个。对
我们孩子刚过完四月四的生日啊。对呀、啊，今儿五月五嘛。过完四月四，你要没过，它不是五月五。今天这不过完了吗？四月四过完就是五月五。不是啊，不还得一个月的吗？行，那行啊，那你跟我矫情这干嘛呀？背后我以为是过节呢，我。对呀、啊，干嘛你准备放炮啊？我准备要点加班费得了。哎，真是的。大专比我还好一点，还一点啊？没有，这没有什么好与不好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不是跟大专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各行各业都一样，万物一理嘛。是这话，离不开阴阳五行。反正这四位又大专，我们还节等，节等太松散了。大专。大专你是什么专业？哎，专科是不是都得有专业？对呀、啊、我有专业。分文理科吗？不分文理，分男女。我没有文理，就是男女。分男女，有老少吗？没有、啊、就是分男女，这班里男生女生、啊、你像一般有那个专业都是男生，有的专业都是女生、啊、你看我们这专业、啊、有男有女。就是正常的。对对对。正常你们理解是、啊、什么专业？会计。这跟相声不挨着呀。会计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人家说一个东西，你能快速的给它记录下来，那叫速记。那会计呢？会计就是给人比速记还要快，特别快，就是算账，明白吗？算账，算账。对，人家那边买东西，这咱这边算账，唰、啊，人那边还没买完了，咱账都算出来了。他还没买完了。对呀、啊。他的价位都给写完了，我就给你算出来了，已经。那不都是花账吗？不是，打算盘呢，一般打算盘，打算盘呀，一般这么打算盘。对呀，打计算器呀，计算器怎么打？打电脑啊，一般我们都这样。你什么破毛豆啊？这，我就是打算盘的计，就是我们这里都是一般轻声的会计。会计，会计这个对口的单位是不是应该是工作是，比如银行算吗？那银行也算吧，也算吧。门口那个，比如卖票的这哎，也可以算。管账的花钱，哎，但也不是特别对口。那这所谓特别对口的是综合执法。只要眼前就算了，不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都是为人民服务。不是，你可以为人民服务。对，就是你等于学了五年。对呀、啊，五年会计。学了五年的会计，很综合，很综合，就是都学了，很综合，所以我们进综合执法了，是这意思，明白吗？对，等于就是学了五年的会计。学了五年的会计，最后你干嘛去？不，一会儿该交钱了，你老指着我。学了五年的会计，但是最后为什么要学说相声呢？啊，就你应该，比如当会计啊，算账那多好，银行工作去。这也不用啊，不怎么会呢？你有这个能力，人家肯定能聘请你呀、啊。肯定不会用我的。为什么呀？我没钱，没职位，只因我爸爸。就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人家不用我，就是到那儿了，你应聘了，对对对，人家没看上你，不是没看，人家得用那个有会计证的会计。那你这会计证呢？没给我，找他要啊，没考下台。你去了？对。没考下来，那你这五年干嘛了？学习呀、啊，你得学呀、啊，你得上这学习呀、啊。这证呢？没考下来，你不明白是吗？就是没学会。学了五年没学会。对呀、啊。那你五年干嘛了？学习呀、啊。证呢？没考下来呀、啊。你这多余交这五年钱啊。那都多余去，你就浪费五年的青春。我得试试啊，五年前我要不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得学五年，我才知道我学不会呀。我要没学呢，我就没接触过，那太愚蠢了。
那你学了不也很愚蠢吗？你用五年的时间证明了你自己是一个废物。我用五年的时间证明我是一个会计的废物。在这一方面觉得自己有点太废物了。对、哎、然后到我们这行业了。到我们这行业，你觉得你学这专业跟这个行业挨着吗？这没不挨，这有不需要挨着呀。这咱大褂也花钱做的，那怎么花钱做的，是吧？理也理发了，是吧？往这一站，对吧？少少贫嘴，这不就把钱给挣了？光少贫嘴呀、啊？那还得你上一个大专，别的文化知识的学习运用呢？不学，咱也学了呀，学了，学了，学了，运用的怎么样啊？运用的不错呀。你觉得在相声这个领域上用得着吗？得心应手啊。勾股定理，勾三股四等于玄武，知道吗？玄武，玄武湖，知道吗？还有玄武门呢。啊，这个中专生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这是一个中专的一个大专的，聊一个小学的知识。勾三股四玄武，对呀、啊，这跟相声有关系吗？我哪知道你哪句有关系，你哪句没关系？我这是有文案。怎么也得是文化性的呀！你说一个，我你先说一个，我听听。聊点文化知识的。你说一个，我看我会不会。你要是好多文人文豪了解吗？我、哦、太了解了，听说过啊。那咱随便说一个，那是有的是莫言，对吗？莫言，对吗？对，就是闭嘴嘛。对啊，啊，莫言嘛，就别说话了，闭嘴。啊，莫言，贾平凹，对吗？写小说，对吗？啊，对吗？天下霸唱，对吗？天下霸唱，认识吗？鬼吹灯啊，对吗？天下霸唱。啊，这不都是大作家、大文豪吗？这才土豆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吃西红柿啊，都知道，你都知道啊！你们看的小说挺多呀，文学性的，文学这都是文学呀，文学一点的，比方说、啊、鲁迅，鲁迅先生大文豪啊，这知道吗？喊鲁迅先生，别鲁迅鲁迅的，鲁迅先生，鲁迅先生就是鲁迅先生，了解听说过吗？这是他的笔名。知道什么叫笔名吗？就是用笔写出来的名字。其实啊，他姓周。别老开玩笑，对、啊，文学方面别老开玩笑啊。姓周，这人家说的对 啊。鲁迅原名人家原姓姓周，叫周迅，没有，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周树人，周树人，对，玩笑，玩笑啊。周树人，对，字舍鱼，那是老舍。老，哎，老舍也知道。老舍姓老，你老了是吗？老舍不姓老，老舍也不姓老。老舍姓什么？舒，姓舒。舒庆春，他还都了解，这还真难不住他。嗯，别说我这大专没白上啊。老舍的原名叫舒庆春。舒庆春，对呀。舒庆春，舒庆春，哎，是一个很有文化。很有文化的人，哎，这些都是比较有文化的，是值得学习的。那怎么写的小说都多棒啊？那都小说，对，小说是老舍先生的作品《小迷弟》呀。我是老舍窝窝的粉丝群众。你可以呀，你涉足的领域挺多呀。我写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，咱都通读啊。都有什么呀？我这一辈子，对吗？对吗？哎，啊、那孩子边上尿去，那孩子，对吗？张国立、何冰演那电视剧多好呢，都说出来这个电视剧了。对呀、啊，老舍写的嘛。对，你了解就好，了解好。那我你是确实知道《水浒传》，对吗？啊，《水浒》对，都是老舍写的嘛，《水浒》什么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四大名著嘛，那不是？那《西游记》跟他有什么关系？《西游记》我也没说《西游记》。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啊，《水浒传》他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。别看我，老跟我开玩笑，这个。鲁迅，鲁迅先生有好多的文集，听说过吗？比如说。朝花夕拾，哎呦，那是文集是吧？听过吗？就是好几本，哎、一套有四本的，有六本的、哎、是吧？甭管啊，朝花夕拾，哎，还有那个好多那个三味书屋古文章，对，咱们上学学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个，有三味书屋，从桌上写一个小小的枣字，哎，枣字，对，彷徨，对，有彷徨，有吧？彷徨，哎，有这个啊。都是人家的吧？这啊是什么呀？呐喊，呐喊就是啊，不太明确，应该是啊。呐喊，学叫唤，都是他写的。还有一些那个治理的格言的。哦，有吗？哎呦，我太喜欢了。世上本无路，这确实是人家写的。对，
对吧？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就他妈堵了。不是写的太有道理了，真是。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，是不是？你写的是，哎，这都是学习的榜样。学完了，学以致用，得用得上。多新鲜呢！你不能光写呀，写完得用啊，必须得说出来。包括你有了在生活当中，嗯，交朋好友，找那个有文化的，嗯。就你不能说啊，这个找那个，比如说外边瞎胡闹的不行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交朋友有很多种。比如一种朋友叫什么？挚友。什么叫挚友啊？就是一起长过痔疮的朋友。那叫病友。还有那种笔友，就是一块写信的朋友。有。酒友，一块喝酒的朋友。饮酒。炮友，一块泡澡的朋友。泡澡的朋友，对了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一块吃泡泡糖。我们这叫什么呀？文友，文友，以文会友，互相都要文一文。我们就好鼻子呀，我在这儿，互相得有拿文化聊天，都得就是有知识，肚子里有墨水。对了，哎呦，那您可了不得啊，这真是。都是墨水，他跟我们这都是五脏六腑。我这掏干了，不是，确实就是肚子里得有知识，哎，知识厉害，哎，您了解。看您这个状态呀，就像一个有知识的人。哎，确实，你看这个大鬓角它长呢，鬓角长了，它就是你们鬓角这儿啊，这儿鬓角长，哎，得有知识，对吧？都得了解，对，真好。三五知己坐在一块儿，嗯，言吟诗。嚯，吟诗，吟诗，哎呦，哦，地上，懂吗？懂吗？这是附庸风雅嘛，风雅之诗嘛。写一写诗，还写诗，哦，写诗，玩一玩文字游戏。哇，哎呦，还文字游戏，提高文化修养啊！游戏人间。文字游戏哦，文字游戏就坐在一块儿啊，出一个题目，一人即兴的做几首诗啊，哦，这个太棒了，哎，都没有问题，嗯，都是游戏方面啊，哦，哎，包括你要玩文字游戏这方面，嗯，我们经常的三五十几坐在一块玩啊，哦，哎，随便说一个题目，基本上你都能来哦，随便说一个文字游戏你就能来，多新鲜呢，我这呵，是吗？我感叹于是，我说一个可以吗？你说一个，我说一个行吗？你那意思，你打算跟我玩一回，行吗？你行吗？我这没什么问题，啊，因为咱说不出来不丢人啊，因为这话茬也不是我抻的，你擅长我不擅长啊。那你不擅长，你跟我玩什么呀？我的短板去触碰你的长板呀，啊，二板相碰必有一伤啊。对呀，好不好？拿自己的短处，哎，碰我的长处来了，行不行？没有问题，咱做一回四方诗怎么样啊？什么意思？四方诗都不明白，就这还一肚子墨水呢？你得解释啊！哎，你是要死呀？这是，哎呦，真是四方诗都没听说，我真，哎呦，哎呦，真是我都挺丢人，没看过辞海吗？辞海看过吗？辞海有这仨字啊？辞海四方诗哪对？四方诗啊！啊，辞海第386页，你翻开看看，写着了四方诗，冒号什么意思？就都给你写示出来了。我没看过。顾名思义，四方诗它是四个方向啊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做四句诗，四句诗可有讲究，得说出一种动物。一个地名，两位古人，这两位古人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，他们还得认识，四句诗合辙押韵，明白吗？我有个小问题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说什么意思？你真是，这是，哎呦，这说得这么明白您都不知道，你啰里啰嗦，你说一大堆，我这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太愚蠢了，这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？这样我来东西，剩下你选，先选一下。南北。哦，你选的南北，我这样我先给你。我也没有别的选项了。不是，你有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你可以选那个呀。这不八方式了吗？对，我给你选一个，我先给你做个示范。
啊，行，你举一个例子。我先举个例子。你举个例子。好，先说这个东。东，东是哪个东？东，你不知道是哪个东吗？一个东，东枪，东枪，东东东东东，那个东。不是那个东，就是那个东，啊、就是那个这边一个走针、啊、上面一个横、啊、然后这边一个横折钩，然后这边一个底一个八，这边一个马，然后底下有一个汉语拼音写着 D O N G 医生。除了这个拼音啊，别看上面，就看这拼音，就是东，不是的欧东的东吗？行吧，你就说吧，东东东边的东东，哎。老门东的东啊，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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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，不是，是，对，猜不透了，对，猜不透了。东边飞来两只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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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就是大雁？对，大雁，是不是大雁？是大雁，对呀、啊，大雁嘛，对对对对，不是那个小燕子，不是那个，不是小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超华，啊。哎哦懂跟着，我以为是穿华衣那个。大雁就是天上飞的那个，我知道吗？是不是那个天上飞的？对对对，大天上飞。哎，有人拍成一字，有人拍成人字，是那个吗？迁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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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易烊千玺嘛。啊，易烊千玺。东边飞来两只雁，雁，大雁，对不对？天上飞的，对，天上飞的，有人拍成一字，有人拍成人字，千玺呢？东边飞来两只雁，雁就是大雁，对对对，天上飞的，啊、有人拍成一字，有人拍成人字，对对吧？到你这有时候 S 型，有时候 B 型。东边飞来两只雁，雁、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千玺的那个大雁。大家都是不用再解释了，东边飞来两只雁，雁落落在白云宽，并蹬翅膀抬头看，看见孟良和萧赞。好，刚才是不是错了？这首诗里是不是有古人？对，我听出来了，我听出来了，难不住我，两位古人。大雁白云观，对不对？孟良焦赞呐，没听过孟良焦赞一相声演员说出这么愚蠢的话题。哎，没听过那段相声多放槽吗？聊点有用的知识好不好？不要在我这个文化人跟前聊这些无聊的知识。孟良焦赞，两位古人，对对对，两位古人，两位古人有要求吗？咱们得认识啊。得认识，对呀、啊，孟良焦赞他们认识吗？他们是把兄弟呀、啊，啊，是我知道，我那意思说他们认识吗？他们是把兄弟，是，他们认识吗？把兄弟，他们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这不完了吗？那老整那么有的没的，把兄弟，把兄弟能不认识吗？怎么的把兄弟就得认识？就得认识，谁说的？我说的，凭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凭什么呀？不是你跟我是把兄弟，我跟我邻居是把兄弟，你跟他是把兄弟吗？不是。对呀，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他，你不认识他呀？哦。A 等于 B，B 等于 C，A 不等于 C。你等于二，二等于三，一不等于三。我等于人，你等于狗，人不等于狗。赖我了，赖我，他们认识，认识，认识。该你了，到我了啊！我哪个字？难。南就是老门东的，老门东的南门，对啊，南京的南，南京的南，南京南，南京南，你要回家了，对，还是北，南南，南边飞来两只瓢，哎，胡说八道了啊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叫瓢？瓢瓢，我是瓢对吗？加瓢。那叫加条啊，麻雀，麻雀，妖姬，人家叫麻雀，人正音正字，那得读巧，你懂什么呀？巧，有文化的人讲究上口，这个字不用上口啊，怎么就得上口？就是哎，你看这巧长得多好看呀、啊，对，我们都上口，加条，加条，什么？南边飞来两只条。一落落在铃铛岛，
看见你哥和你嫂，一个流氓，一个老鸨。你就说咱俩有没有文化？这两位古人是流氓老鸨。为什么还有我哥我嫂子？讲今比古，你都哪朝哪代没有流氓？哪朝哪代没有老鸨啊？那么流氓配老鸨就等于你哥配你嫂，官配啊，官配，这属于高抬我们家了。对对对，高抬高抬叫话。哎呀，谢谢我。哎，甭客气，甭客气。哎呀，你们家出能人，又该我了，又该您了，又该我了。我是西西西西是西西西安的西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、西。西，对，山西的西，对，就是吸烟的吸，也不是那个吸啊，不要吸烟啊，那个西边飞来两只豪，对，等会儿，豪，豪是什么呀？豪，生蚝吗？别生蚝，哎，你说你天上怎么能飞生蚝呢？你生蚝干嘛呀？那都大贝壳的，啊，不是那个生蚝。是那个豪仙鹤，大仙鹤。那为什么不说大仙鹤？大仙鹤它字儿多呀。字儿多怎么了？字儿多怎么了？它这一句不就太长了吗？太长了，快点说呗。这怎么快点说呀？你趁他们不注意，你说说。西北来大仙鹤。咱们板你还不会吗？西北来大仙鹤。一个板式。不行，学你那个挑，就学我们这个豪。行吧。接着豪吧，西边飞来两只豪，大仙鹤，一落落在卢沟桥，好，并并翅膀理理毛，看见竟得玉帛袍。两位古人是竟得帛袍，竟得和帛袍，哎，他们认识吗？认识，长记性了啊，他们认识啊，竟得帛袍，又到我了。北北北海北的北，北北边飞来两只羊，他累了。这里不带神话的动作，谁跟你神话？羊怎么还能飞呀？什么羊？什么羊？鸳鸯，鸳鸯的羊啊。对了，哦，鸳鸯双栖蝶双飞的那个蝴蝶，别提了，那个鸳鸯。天上飞的鸳鸯一飞着咪，那不还是羊吗？完了，甭管了，简称。北边飞来两只羊，动物一落落在粉皮墙。地名，看见你爹和你娘，一个潘金莲，一个武大郎。我去你的！为什么要再说一点呢？时间还没到。谢谢您吧，相声场确实来了啊，好多的朋友，哎，来到德云社听相声来了，能力有限，水平一般，只能说尽自己所能的给您各位朋友呢卖力气表演，课业的演出，兢兢业业，多加卖力气，希望您呢来到我们德云社呢能够开开心心的，对，满意而来，满意而归。那么确实好多演员呢。艺术水平都很高，哎，都顶呱呱，哎，包括我们这个德云虎队呢，这来了也是部分的演员，嗯，但也是一些呢精兵强将吧，哎，说的都非常的搞笑，对，除了我们队长没来，剩下的演员基本也都到了，哎，就这意思。对，希望呢常来，也希望呢以后呢我们队长他们也能常来咱们南京啊，哎，小剧场多演出，对，必须得经常的演出，对，他们现在实在是太忙了，哎呀，活儿多呀。一天到晚的这个商演那个商演，这往那儿演个专场去，来去别地那又演个专场去，哎，对吧？有时真碰不着，嗯，你甭说观众朋友逮不着他们，你包括我们演员这么熟了，有时都看不见。那可不，没有时间碰面，对吧？有时逮不着他们，嗯，我们有时碰面的时间就是什么呀？出门一块商演去，哎，可能啊，人家专场演出了，商演去，到那儿可能能碰个面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嗯，还行。当然说也乐意啊，多希望外头商演去。嗯，咱平心而论，有时候跟商演出门大剧场演出啊，相对人确实挣得多一些，就是给钱多嘛。
给小剧场赚多一些，而且出门啊衣食住行的待遇更高一些。对，但是你比方说我们要来南京，我们住都是宿舍，哎，租一个大概六七十平米的房子，里边住我二十个人，都住在里边了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人不让人的。但是你要是出门上演就不一样，住的是酒店，那肯定，而且是大酒店，因为上演租一宿舍来不及，要是能来得及，他们肯定会租，得住那个高档酒店，对，五星级。最次的啊，也得四星级。最次也得是速八，是吧？哎，速八，速八快捷酒店了。对对，一般就是五星级酒店。嗯，像我师傅要出门必须五星级。对，那名字都得是那个外国名字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人家有人看不懂啊，丽晶大酒店，这几个字名字你看不懂。丽晶大酒店，就这个名字。你但凡你要说丽思卡尔顿，啊，还有希尔顿，对对对对，会有那个吧？对对，万宝路，对，万宝路什么？香烟呢？哎，这你听懂了？会英文，你看看，韩国话懂吗？那万宝路英文我们叫 marble 嘛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聊天了吗？咱不聊酒店的吗？什么名字都有嘛，对吗？喜来登有，对，对，有吧？有有，对，希尔顿，对，欢腾，对对对对，欢腾有啊，反正也高级一点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就花钱贵，对，就花钱贵，就是那个房费包含早餐的那种，哎，那意思吧，含了两早，哎，必须我拿着大块块进去，房卡甩到脸上，回去继续打一杯咖啡给我搁这儿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求着给我们赠一早餐，咱们这早让我们吃一口行吗？有的有，有的压根没早餐。哎，玩命求的也能让你吃一个。有那个，真有。有那种酒店的，就是他们一般住的酒店都得有什么健身房啊，游泳馆呢。到那儿你游不游，冲个澡啊，比较好。对，就是它那个规格在那儿。对，高档酒店的规格就在洗衣服都给你配上洗衣液，就是你到那儿把屋里边你把衣服刚才要洗了，他给你放个袋儿，给你拿走了。对，拿走了。哎，后来转天给你拿回来，自己再交钱就得了。对对对，挂房章。对对对，挂房章，还得花钱啊。冰箱里边那个水打开倍儿凉，有喝你的。对对对，走完了呢，挂房章。对对对对，不是我花钱啊，有那个主办方人家啊，反正这事不重要啊。对，就说人家那种规格很高级。嗯。有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一年，就跟我师傅去那个大连。哦，那个那大连，大连在那个宁夏那边是吧？大连，大连，我一说我听成大连了啊。大连的那个东北吗？啊，对，东北大连，嗯，它也是靠海的一个城市，海滨城市，海滨城市，对对对。那年也刚跟开始跟上演，啊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吧，也陌生。就东方小巴黎呀，啊，那就是啊。大连啊，东方小巴黎嘛，水，东方巴黎水，这得大连玩去，也是得上演去，不能叫玩演出去啊。到当地吃当地的海鲜，嗯，对吧？到那必须得吃海鲜，当地的海鲜非常有名的啊，对，很鲜，主要是鲜，河蟹啊，鲤鱼，小鲤鱼，麻辣小龙虾。真地道，到海边的，嗯，吃河里的，还有湖里的啊，别吃，别吃，就是海里的也有，海里的虾皮，对，海带、海藻、海草、海蜇、海苔，对，不是大海鲜，对，哥斯拉。生蚝对，贝壳类的，贝壳，黄蚬子，花蛤，就你这几个字儿听着就不高档，听着就贱。哎，还有什么呀？瓜子儿。差哥俩，吃点当地的海鲜。对对，什么海参？差哥了，差哥了啊。
啊，不想吃当地海鲜，哎，跟着我师傅，一般情况下自己舍不得。那好多，一顿饭好几千块钱，多贵的，不便宜。论人头，可不嘛，自助餐呢。哪有论人头的？平均消费，好几百。对，然后吃完了呢，回那个高档的酒店啊，都得到楼底下登记。得登记啊，对吧？登记扫脸，得得扫脸，对，真正扫脸啊！给你个手牌，然后给俩暖壶，二楼男宾，给你一张卡，这叫什么呀？门禁卡，房卡，房卡啊！当然是刚开始，我们那时候跟这酒店去的时候，我不太懂哦，拿着房卡不住哦，不会不会，也是问，因为以前住那酒店都用钥匙，嗯。人家这给张房卡，咱也不了解哦，也是问我们师哥，那是烧饼，我们饼哥，我说这干嘛的？刷门用的哦，这个门呢，它这叫什么电子的？你把这卡一，你到那感应器上一刷，刷完呢，到那你一拉这门，门就开了，你就进去了。我说得了，得了，谢谢您，谢谢哥啊。到那咱试试吧。到了门口，哎，确实没有那钥匙口，就一个感应器，拿这卡刷吧。哎，有那个感应声音吗？噔响了，在门口就开始拉那个门。门口拉了十多分钟，我没拉开，门坏了，一推，开开了，进屋把东西都收拾好，对着好了。朱老这时有点不太舒服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人呢，常年的水土不服，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就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再加上吃了一些海鲜呢，胃口确实不太定对。对对对，有点闹肚子，还闹肚子，得有卫生间，赶紧奔着卫生间去吧。卫生间人家也有门。推吧，十多分钟没推开，拉呀，拉了二十多分钟没拉开，就是坏，一横滑，开了，没拉呢，我横滑过吗？别进去了，赶紧吧，朝这边拉拉吧。人家认为高档酒店啊，到里边人家设施也很全，自己在里边又溜了两三圈，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，什么呀？没找着马桶，溜三圈才发现。后来才知道，人高档酒店马桶隐藏的，在墙里边藏好了，为了省地方而且看着干净。我们不知道，转好圈没有，我们就琢磨一个问题：高档酒店没有马桶，太高档。为什么呢？有钱人不拉屎，他屎是财呀，他回家拉自己家地里边去，他不拉我们得拉。俗话说得好，屎来客不容缓呢，拉在哪儿？这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拉浴缸里边还得泡澡呢，外姓出门带着报纸呢，拿几张纸铺地下吧，简简单单就这儿吧，也是受不了啥年憋了多长时间了啥家穿的多呀啊，穿了多少条咱也不知道啊，拖到最后蹲都蹲不下，跟坐便一样。赶紧吧，哎呀使劲了，抖足丹田气，赶紧拉，拉完了一条条裤子穿上，都穿好了，一条条再脱了，又脱了，忘擦了，都擦干净了，把最里边那条裤子扔掉，裤子就有好处，它生纸啊，哎呀都拉通了，别说，哎呀真舒服啊，人生就是美好，他就爽了，这泡屎怎么办？不能在这放着吧，这他拉一泡，我拉一泡，我住几天，厕所跟扫雷似的。这是自己拿这泡屎，你说都去何从？有马桶好了，你有马桶扔马桶里了。有马桶，我拉这儿倒。有道理呀，你这个，吃的他。酒店外边能行，一楼是餐厅呢，就怕别人以为上菜的呢。拿着报纸在屋里溜达，最后到厅里边，那一抬头看见那窗户，不是普通窗户，是一个落地窗，而且那是我们住的时候一个海景房，玻璃擦得很干净，啊，而且这是窗明几净的，他也不知道，外加也是着急，也没仔细瞧，哦，露天的，天助我也，大爷对不住了，走。啪！就下来了。哎呀，给我气的！我说，海景房没房，半夜海风不得拍死他俩？你看看，都成壁画了。把帽子给扔下来呀！他
太无从下手，也是都恶心的，这怎么办呢？正纠结着，有人敲门。谁呀？打开门一看，富生进来。Wait， 先生你好，先生，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高档酒店好多设备，怕您不太了解，您随我来趟卫生间。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没有马桶，并不是没有马桶，我们高档酒店马桶隐藏式的，这有一个按钮，您看一按，马桶从墙里边出来了。我们这样为了省地方而言呢，看着特别的干净啊，高科技产品。先生您还得随我来趟厅里边。您这个房间设计也特别好，您这一套海景房。为了方便您观海，每天玻璃都会打扫一遍，真的，您可以看看我们大连的海景，意想不到。先生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脸上四不像嘴很尴尬。朱老师那个就聪明了。从口袋里赶紧拿出了1000块钱交到富生手里，1000块钱给你了，闭嘴啊！别把我说去啊，这事太丢人了，这真的是屈辱。别把我说去啊，我是德云社的演员啊，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朱鹤松，我郭德纲的徒弟，我原名叫朱凯，我是是不是给德云社啊？说来您先生别说去，这个您甭管什么办法，您说来收拾一下，谢谢您，谢谢。高档酒店人富生是很有素质的，1000块钱推不来。从自己口袋里拿出2000块钱交到我兄弟手里，大哥，我给您2000，你能告我怎么拉上去的吗？